对今年大家大家晚安啦吼。晚安。今仔日呢，迄个再下次的机会啦吼，即有咱爱讲迄个天主教的话，啊，咱呢两千零五代人生，咱呢对于焦点师呢，即个因啊，过焦点师因呢迄个心路咧提升吼，咧加咱才有今仔只好个环境啦吼，咱就落过来过才个环境来来教师咯。即个迄代事因人呢，所以讲拢爱来感恩啦吼，拢爱感恩上将呢，咱感叫做感恩天恩师德啦吼，感恩天恩师德。今仔日呢，咱每一咱学每一咱大家共同学习呢，咱有准备一个题目。这种是咱本身甲外口，哦，咱本身甲外口一个迄落，一个迄落上重要诶，迄个咱要做诶功课，对啦吼。
你呢，头发比较甜哦，所以这拢爱用草药，我听你唔知。因为圣经咧讲呢，讲迄个营又不得挽救自己咯，哦，营又不得挽救自己。修道呢，修思想呢，爱要求自己；办道道务上呢，爱要求自己咯。啊，待人处事呢，指导呢，爱要求自己。这呢，拢是专性讲较济咯，我专是专性讲。伊这咧讲来讲呢，营又不得挽救自己。伊这自己呢，朋友不得宽救自己咯。伊这自己的这个自己呢，就是真济，真济啊！你啊，朋友不得，咱若有啥物代志呢吼，只要无圆满的所在呢，拢爱宽救咱自己。伊这自己呢，有足济项的缺失了，对啦吼，有足济项的缺失，靠咱家己爱去发觉，爱去改。爱发觉，爱改进对啦吼，爱改进。即而且讲来讲，修道修持上呢，爱要求自己。修道修持呢，即会使讲迄个是咱本身，是咱本身的一个迄个会工作就对啦，哦，是咱本身的一种的工作。因为呢，修道修持你若要要求自己啦，真个是从迄个一个世俗人甲一个有修道人，你安尼外口话安。完全看拢看袂出来就对啦，都看袂出来。因为以前呢，咱若有道种较久的人，咱来接触着老前人，咱就知，也是别个单元老前人。因咧变变一个，今年月真济乌龟山啦，我变变啦，我出去外口，甲世俗人诶，迄落乌龟山甲乌龟山做面，这两个你也看，敢知影讲这对一个，伊若要开嘴，你敢知影对一个是要想得，无想得。伊有诶世俗人，就比如讲，恁本身嘛有亲戚朋友啊。咱本身的亲戚朋友过来，真侪迄落足善良古意的人就对啦，足善良古意的，因为呢，伊无咧修道，按古伊对道未排斥，按古伊也未认同，伊拢信庙人的王爷尔啦，看信庙人的王爷，你要招来，会使讲真困难，讲真困难就对，真困难啦。按古因的行为当中，互咱看到呢，迄个是一个足善良古意的人啦，哦，足善良古意啦，啊咧。佮包括咱过去的前人，即咱了，咱来前人辈啊，老前人辈，因的德行啦吼，因的德行在外口的人，人世俗人伊也无开始，你毋知讲即个是修行啦。所以呢，修行呢是爱由咱本身家己去了改变咯，吼改变。啊，安怎来运作佮隐藏了对啦？从你的迄落足锐利的、足智慧足好个迄种个一面了对啦，迄种啊暗藏过来。所以我严肃一个啦，袂使讲。袂使讲你作教，袂使讲你，即个就袂讲你，袂使讲咱世俗人啊，讲来讲来迄落，有个人呢，若对即个咱也是一个属龙工商，咱老板你就知影，有个人啊，伊落职位很高，也是伊有某种迄落专，某种迄落技术足厉害的人啦吼，某种技术，无你伊咧学了啥物高科技啦，学啥物技啊啥物，因为工厂公司的职位足悬的，迄种人呢，来你讲话啦，话拢有一个。社会人拢有一个，拢有一个迄落，拢有一个迄落，然后咱世俗人你讲来讲，拢有一个说的，拢有一个说的。即种呢，毋是咱要爱的物件，拢毋是咱收着人的，收到尾啊呢，啊咱是爱外口人看见，袂从外口看见，互人知影，互毋知影讲你即是一个作道行作惯的，迄落会收着人个对啦。从过去较早呢，过去较早迄落，比如讲西游记内底，一个西游记内底孙悟空。因师傅，迄个古田老祖、古田老祖，伊嘛是一个看起是一个啥，迄落啥侪岁，伊学去上，啊，毋知影讲伊的道行甲迄种有法度非常个悬了，对，然后道行非常个悬，有法度教出一个孙悟空这种徒弟出来了，吼，伊外口我看袂出来啦，我连外口我看袂出来，所以呢，修行修到尾来，伊外口就对袂使，我看着讲你这个人头发足好个，会地位足好个，会足有能力个，足，人看起就只样看镜头咧，对啦，我晓得，人尾啊。爱人看起，你虽然对于做好个，头发做好个，你嘛会使看，你嘛会使认。就讲咧，从个电动型个，叫人吼，也是要做龙头安尼，我也要做龙头。即面是咱，毋是咱收着人，应该爱要有个就对啦，毋该爱有个。收个收到尾也是愈无味啦，拢愈无味。即呢，就是咱今仔要学习个就对啦，要学习个。过来呢，咱来讲来烦恼道无常，爱要求自己。修道修持，咱拄仔讲个修道修持啦吼，你若要求一句，人绝对袂进步。
你若要过世数人，啊，一天过一天啦，搬一下规矩，叫我推推，安尼呢，绝对会袂心境上啦，绝对袂进步的，我绝对袂进步。咱一定要勉强来勉为起来，做一张和尚，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。我较早时有讲，伊咧就变一个微信的时阵，伊嘛是讲人，我爱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。哎呦，勉强咱都不真正有足大无愿意，唔是讲无愿意，足大个害在，真足大个无精神，即个嘛勉强咱家己。恁今仔日这条路行，安尼有行总比无行好，有进步总比无进步较好。所以咱迄个地方的班，咱就爱参与。哦，有参与咱才进步，无参与绝对袂进步的，这是一定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尤其是咱修持庄，咱本身的每一个人，咱拢四十人啦，咱拢四十人拢知影，会使毛病归大滴就对啦，无毛病归大滴。恁如果若有发觉着咱的毛病，啊，在日常时，我咱慢慢去改，一项一项啊改掉来话呢，啊，来来，咱就算。咱就遵照，然后咱就算讲咱有进步啦，哦有进步啦。啊，你若讲你若从细小来讲，你放互烂，一阵仔放过来，一阵仔你烂，你全部你也无必要捡着，你若要放互烂，安尼呢，哦，你若要放互烂，安嘛是无法度，安嘛咱个人的迄落个心态啦，吼，个人的心态。所以呢，要提升，一定爱省钱，一定爱要求自己的，对啦，一定爱要求自己。个人呢，咱讲办道道务上呢，嘛爱要求自己。道务啦，吼，即道务的种咱拢平，咱拢知影。伊呢，咱若无参悟啦吼，若无参悟，一个咱若无一个若无参悟，两个参悟，像咱看起咱学校会使讲真团结啦，吼真团结。主持人会使讲拢真好，我出席率会使讲真好啦。对道务会使讲大家同心协力，要做啥物工作呢？话咧咧，大家拢会当做伙同进同出，安尼大家拢会当有工作通做，吼大家拢会当了解，会使讲非常好啦，吼会使讲非常好。即种呢，就是咱地方有团结，地方有团结呢，大家当看出一个。真好个人气啦，哦，真大真济个人气安尼。有个所在啦，有个所在倒个啦，多头马车了对啦，哦，多头马车，你也像，你嘛像咱华人嘛到，有时阵呢，有时阵新转个啦，有时新转个来，会使讲可能会超过十几个啦，哦，有时足好个，有时足歹，迄是拢起起伏伏啦，哦，起起伏伏，迄毋是讲家己咱讲了歹，因为呢，地方若讲有真济足熟个人，啊，头头足好个人。他个走好个人啊，啊大家拢要做多头马车，哦，多头马车咧，安尼咧，大家拢扭开，扭开咧，即道路买房间会使，你就无啥可以。所以呢，地方上呢一定爱呢，大家叫员工，啊有啥工作做伙串联做，安尼即地方才会发展啦，无才会发展。如果呢，但是地方内面大家拢要做多头马车啦，拢无要听人，要好好听人个话，安尼咧，安尼就等于即个道路就较袂方便。所以呢，办道道务上呢，咱爱要求自己就对啦吼，咱也要求自己。真侪道务，你讲比如讲出去大人啦、家访啦，真侪吼，真侪可能咱遮拢有啦，我讲可能咱遮拢有。啊，咱毛大人嘛是有哪有，拢有分配咧做，拢分配出去做，分配咧做就对。即种呢，就是呢，拢爱来要求自己就对啦，吼，就是要求出去，像出去大人嘛是同款啦。我出去大人嘛是共，我嘛是咱要求自己呢去大一寡亲戚朋友对啦，我只是去大一寡亲戚朋友。因为要注意呢，道务你若无注意多啦吼，就去人会愈来愈迄落较少对啦，较少。因为咱我以前毋捌啦，捌针对即个大人即方面遐思考过，头家思考过，因为你若无咱亲戚朋友若无可能去大啦吼。尊重咱个亲戚朋友，人一贯在来当道中个哦，人有可能会是会去多。啊，咱个亲戚朋友，人讲无道中无贯在，就可能一路拢放学，一路下去啊。哦，所以咱个有事过即问题，咱捌去亲戚朋友，咱捌去啊，迄落去啊多了，滴啦。啊，有个呢，足善良足好个，咱拄着就多袂来。啊，出面见个亲戚朋友嘛是同款啦，莫非善良可以个？你讲袂讲啊讲啦哦。因是袂歹做，按古因个嘛是袂，因个袂歹做，啊嘛是袂去信因个，嘛是袂去啊恁下个对啦，吼嘛去啊，嘛去啊，嘛去，嘛是种袂啊恁歹做啦，吼袂咧讲歹听话，按古你也多袂来，伊个看伊咧拜地方个神明就好啊，吼。要甚至呢，恁较早呢，以前内摆去多过迄落当机就对啦，迄当机甚至迄落当机呢，甚至迄落有迄落有看到无形迄种个啦。哦，直接伊甲神明讲话就对啦，像咱收经啦，也是去天公庙、在南天公庙咧，拢有甲神明讲话这种。曾经就捌，咱学校就捌去对伊去度着迄落，迄种就当机即落。
咱要倒呢，同我拢，伊是要倒，才同我倒袂来就对啦。啊，伊讲，恁恁若去王爷跋山上，朋友若讲，伊是王爷，然后一楼，然后英俊啦吼，我才对你去。讲起我来去王爷，王爷上飞啦。咱来讲呢，以前大三年就怎个行，我大三年就怎个行。恁我嘛真正去王爷上飞啊，吼。咱我着规个啊，规个吼，啊上飞体个，伊内底着上飞啊，然后我上飞体个，啊着王爷讲讲。讲今仔日呢，某一人啦吼，要去，我要带伊求道。吼，啊，今仔日我进前我是讲，现在呢是三座大台普渡。吼，啊，迄个，吼，有真侪人拢有真侪神明啦，拢去拢去打包做者。我今仔要带啥物人来求道？啊，恁老恁阵呢，连求连印三个上辈啦吼。我真正啊，各平做三个上辈。吼，三个上辈，伊嘛是无要去啦。讲讲起来，伊嘛是无要去。尾仔来，伊就讲你叫啥物人先去，伊若要去，我去就对啦。哦，伊若要去，我来去。我真正也带尹先生啦吼，尹先生我是那时阵带去，对，先带尹先生去。恁讲啦，伊咧带是，我有想过怎么去，无想过也无去呢。恁先带尹先生去，尹先生去带了啊，去求了吼，伊照常是无要去啦。街头当然，我不时拢有去啦，去哩，我不时拢有去啦，讲起来个，啊，我一当过年。我一当过年的时阵呢，咱迄个上岭林遐，这是几啊十年前个代志。码头上岭林遐，伊遐块真有车，咱上岭去去点着，真有车。啊，迄阵咱户口呢，我搭对上岭林去行尔，咱行无偌久尔，我上岭去啊，去点着真有车。啊，迄阵头我拢着九点，囥了九点外、十点外去放啊，可能有请大，我毋知影有请大请了。啊，人才拢伫楼骹，好人才拢落楼骹。安尼，后我迄工走走来，就去我住迄个沙溪啊，就去遐住，去遐住就对啦吼。啊，尾仔啊，住呢，迄阵毋知人啊，真正有来人，真正有发财，真正讲有对户口来上咱庙遐求道。啊，毋过呢，当要住伊去求道迄阵呢，求无成呢。伊迄个人行到上咱庙门口了吼，怎啊毋敢去呢？行到上咱庙门口，咱后我迄阵我驶车我停了吼。叫伊先开门先过就对啦，叫伊先入去伫遮咧。啊，我伫遮咧讲，伊当入去到上咱家门口了呢。我车都停啊袂，无再无啊，我咧看迄个个人佫走出来啦，伊佫迄个走出来，我坐伊啊从左边啊从迄个上咱后壁上咱头前，从伊福利中心啊去。啊，咧后我个车就喊停个，喊叫伊，喊叫伊是伊走山路，咱走啊紧，走伊迄个十字路迄个青红灯啊去。我讲叫你，你是去装啥物啦？讲伊看到，讲伊入去打入去一面仔林内底，我讲看到内底几大仙，金丝丝出大仙个啊，看到拢较惊着啊！我几大仙，迄阵我有请大啦，啊袂点着有请大，求经有请大。我看到内底足侪足大仙，迄个足侪仙足大仙个哦，金丝丝内底啦，伊拢毋敢啦，吼惊我惊着阮撞出去。拄仔间嘛求无成个，迄个哦。我根本要叫带人，我带袂来。尾仔呢，我讲有不哩淡薄仔，你淡薄仔，我来开车，我载你回来。我昨个叫伊从迄个福利中心，我载伊来十二路，起去咱去遐个十二路了吼，叫伊淡薄仔，我去开车来，搁载伊回来。去当个叫人阿修好势嘛。搁尾仔呢，毋知过几冬，我共款个正月初，我共款一两年来点到。尾仔一届呢，迄个可能年份较有，我毋知前几冬咱互我袂记啊。可能年月较有啊，较无你人收惊，较无你发达，对啦，较无你来做得。有哪有你人担收惊啦，无你发达，无你人能收啊。可能对这个物件哦，较无看啊，哦，较无看到这个无形个啊。迄阵个咱搁去遐度个时阵呢，搁有无咱互我度来啊，互我度来。啊，迄阵呢，来经过几冬了啊，带钱啊物件来求到求成啊，好啦，求成。即呢，我就是一种许。要度人，我著爱用耐心，即人足善良个啦，人足善良。啊，毋过呢，因就是对即个物件，咱捌话摆来问伊讲伊伫因遐出去买王爷吼，讲拢骑马啊尔，骑马真正加迄种个。啊，离上咱金遐看到个金丝丝个遐个煞鲜个呢，咱我是毋知影啦吼，咱毋知，啊是看到我金丝丝个物啥物件，咱是毋知。迄个咱如果段时种，你听我来点到个，啊你请段时我出个钱就够。可能是迄种啦，吼，可能是迄种，吼，啊，尾仔有哪有求成啦，吼，尾仔有哪有求成，所以呢，这有哪爱不厌其烦啦，吼，不厌其烦，你讲，你若求袂成一冬两冬，求袂成，你嘛要另届若搁有机会，然后搁你
那个那个你点地时呢，那个伊也惊吼嘛，你大大又咧大个。所以呢，收倒来办倒倒户上呢，我爱要求自己就对啦吼。不管是你咱地方个倒户啦，啥物倒户，咱爱呢吼，要要求自己呢，我要求自己呢，啊落吼，要求自己呢来参悟就对啦，要求自己参悟。搁来咱来讲呢，待人处事之道，吼，待人处事之道呢，爱要求自己。待人处事呢，这是咱人甲人嘞，吼、哦，人甲人当中也是迄个互相尊敬啦。吼、哦，待人处事这，因为这个较简单，这种物件嘞，咱拢知影。因为人甲人拢爱互相尊敬，吼、哦，互相尊敬就对。啊，这个嘞，拢爱由咱本身，由咱内在啦。对人好嘞，唔是讲表面的尔，咱伫道中所学着，是讲学着真，啊学着实。吼、哦，学着真，学着实，提出个面对这种这种物件，伊着真的心。甲人哩相处对咯，吼，真诚个心甲人相处，未使呢。咱吼呢，捌离咱地方捌听过，有呢讲表面甲你行真好就对咯，啊后壁还讲甲袂听真，呵呵，咱地方讲有几种人，讲咱地方有几种人，吼，咱真个是听人讲个啦。表面呢甲你讲唔讲唔笑，吼，啊后壁呢去后壁讲甲你讲到时事怎讲时语就对啦，讲时事，即种个。接受的人就去袂使迄个，即拢爱来改掉。所以，即待人处事之道呢，爱要求自己啦，要求自己，要求自己。恁虽然甲即个人无好印象，恁嘛袂使硬讲伊个是非。咱来呢，因为呢，既然就是同事嘛，呢大家呢爱呢互相包容，都爱互相包容。缺点呢，大家拢有啦，吼，缺点大家，甚至呢，无即间呢，咱本身呢。咱本身的缺点都比别人较侪无得个，所以呢，最拢爱要求自己就对，我再要求自己。过来呢，咱就来讲第二点。《道德经》内，这个如水中来，《道德经》的迄落第八章，《道德经》第八章内就是咧讲：上善若水啦吼，水善而万物而不争，处上民之所恶，报之以德。伊这就是咧讲迄落，
这就是咱讲的讲着上帝的人啦吼。伊在讲着上善若水，水善而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之以乐。伊呢就是咱讲的讲的迄个上善的人就对啦，我上善的人呢。上善的人呢，性足柔的；我上善的人，性柔和啦，性善柔。善柔呢，就是迄落柔和啦。我性善就是柔和。因为呢，水是足柔的物件，我最足柔的物件。伊甲咱人的性，甲咱人的个性同款。但不为人个性唔是安尼哦，为人个性呢是较刚强的滴，我为人个性较刚强。所以呢，咱拢爱来学迄落学柔性啦，学柔性。因为呢，你刚强无好啦，不管是啥物场所啦，做人刚强一定无好。吼、哦，做人已经处事当中呢，已经是足侪障碍，包括伫咧工厂也好啦。你若讲话足刚强个人呢，足讲得势人呢，我足讲得势人，不是咧做歹人个对，我不是咧做歹人。所以呢，一定爱柔和较好。不管是工厂啦，是你个事农工作，你家庭也好啦。你的个性若愈刚强啦，吼，你的个性若愈刚强，你的事就愈歹过。因为你逐工着哪无用你的迄落，你的四五连登的，你的不是啥技术人，不是人，啊是伫厝内顶的不是啥吵吵闹闹，安尼嘞，你着过你的平静啊。所以呢，上帝人呢，性之无啦，吼，性之无，性善之无对啦。啊，个人呢，上帝人呢，利益众生。哦，上帝人是伫众生啊，因为呢，有个人啊，真个人啊，哦，真个人会使讲呢，大部分着对有个人即摆社会上咱个迄落属性足发达个啦吼，有个人是善择，哦，有个人是善择，独善其身啦，因为看到有种看到人袂，你着你要插有时候哪会插进呢？哦，有时你要救人，你社会上你要救人，会去用污辱，哦，污辱做一回来，伊啊做迄落。边仔做迄种迄落，迄边仔讲啊，毋是讲迄落助手免钱洗迄款啦吼，毋是讲助手免钱洗迄款。有个人呢，我毋敢，你要救人，有个人毋敢救，救不了到尾，讲牵拖就对啦吼，然牵拖就对。所以呢，即种呢，拢爱有智慧啦，我用智慧，你要利益众生爱有智慧，你得爱会懂第三者，啊，做较济人，安尼话呢，自然就有正气个。有正见就对啦，吼、哦、有正见，你袂使说啊，你若想讲即落咱比咧就对啦，迄一句西瓜唔做大句个，啊人就挑剔你掠菜啦，你搁挑剔伊啊，你虽然毋是要压咧捡，你虽然毋是讲压咧要买西瓜，你搁有物件挂咧，你若要压咧捡个时阵，大家万一牵拖讲你一定是要买西瓜，吼、哦、你袂使有迄种动作，所以呢就爱回动，要做迄种利益众生个呢，像咱即呢。有时呢，咱若要追就对啦。有时咱地方时常，咱拢知影。有时种你要去人遐，要去度人，抓小一人去呢。要去交往啊，要去创啥物事，伊爱看情形呢。咱曾经捌听到这种话呢，咱就较早要交往，较少咱就拢抓足济人个。啊，有时较少人是嫁无人，较少人有时拢无来。啊，咱去到人家，咱去人个厝话，咱来话细数人，咱讲，抓遮济人要练功去。咱好会去人家要度人吼，啊人无甲你认同嘞，咱无你也去，讲无你爱信嘛，吼，伊人毋是讲无你爱信，你要哪讲啦？都毋是讲有正欢迎，对吧？吼，正欢迎。所以呢，有时呢，咱要救人嘞，当作人去当作阿爹，准备当作变害同款。所以呢，这种嘞，我只爱有一种有智慧啦，吼，有智慧，啊，就像这种经营嘞。咱若知影嘞，咱知影你著带较少人去个，我尽量个认识，啊，介有熟识人去，安尼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其他人伊无熟识人，咱尽量毋通去，我尽量毋通去。尤其是真济现在个人啊，有去，尤其是著家境真好个，咱要去找人嘞，为人袂欢迎你嘞，袂欢迎你。所以咱若要去个时阵，咱若会当因个亲戚，会当咱地方上啊，较有名望个人。甲走路带一两个去，安尼，吼，即种呢，较袂去造成迄落真济误解啦，吼，较袂去造成真济误解。
尤其是嘞，真个人啦，食好穿好做辛苦，看食好穿好做辛苦啦。你道理，你有你要过来求，着要有正好个道理，你啊，即道准着贵，道准道贵，在咱道中你讲是足尊贵个。你在世俗人话啊，当作那讲无伊个，因为知影种物件好啥物好啦，伊毋知，所以呢。这好的物件要搬来互人，有时人袂去运动，有时人袂去，所以呢，咱这爱，有哪有智慧啊？哪有智慧？要离种种呢？毋是讲伊啰，讲要哪讲啊？有个人是做，有个人是做星星的，啊，毋知影伊啰，食星星啦，或食星星安尼种，见生也是样，我见生就当啊。啊，咱这若要去，咱爱选择啰，毋是讲选择，爱做迄啰，吼。较有熟悉啦，啊，识时识运气去讲的时阵呢，人会较接受。无真个人呢，你要讲啥物个道理呢？真个人个基础呢，拢比咱拢较好侪倍。所以呢，咱若要讲话呢，话人呢，也袂来接受，我袂来接受你。甚至咱这种新闻，要甲伊落到国外新闻呢，有个人了对啦，你要去遐帮，安尼呢，有咧插袂着，安尼。个那是无样无同款意思啦吼，这个月厉害嘞，所以呢，拄着呢会使讲呢奇奇怪怪，啥物都有啦吼，啥物都有。咱对世俗人是一片足诚恳、足真诚的心，要甲人要从这个物件要介绍王仔，结果人无理，当然无理。甚至呢，咱日头顶安尼载人，恁咱第一毋知捌拄着毋捌啦。拄到迄落一款落无名的人啦，我咧知呢，载伊到哦，落车过来骂呢，伊过来骂呢，落车哦，一道真个哦，还是打个球道尔，迄较早拢足侪老前年，到落就咱时代迄阵，迄种老个前年啊，落车载到就过来骂，过来讲歹听，就过来骂啦，我因咧歹听就对啦，我因咧都歹听，无用啦，啊尾来这道真拢看拢感觉。拢离开着中去啊！我离开着中，甚至呢，你甚至家庭乱七八糟，我感觉家庭乱七八糟变大变故了，对啦。每下呢，凡是即我头发即我失常着，对啦。哦，有听去啦，有听去，啊，计家庭规拢拢从我迄落，母啊乱糟糟，母啊讲，讲我歹着妻离子散啦，是家破人亡啦。每下迄个家庭全拢是，啊，伊个，咱你啊回顾起的时阵呢，迄完全毋是伊本意啦。甚至呢，迄个伊着有个人新闻足怪，咱有年会真有啊。咱要去遐，有个人讲去遐帮啦，要身躯变好，咁样，咱若做好个朋友，咱无过伊遐帮一下，较早变下弄一下手，咱也帮一下。有个，伊个人安尼呢，迄个安尼个意思是，无你卖遐帮就对啦吼。咱若坐住啦，咱若坐住，你卖遐帮啦。伊个新闻地位会算真怪啦，我真怪。按讲年会足济，当年会足济，即个讲伊个人贵，恁若坐住来讲，你卖遐帮，你讲。恁来坐就是对恁没有善意啦，我没有善意。啊，到底啊，咱若分析朋友，反正这毋是伊本人，伊身上呢，毅力呢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一定可能有某种个物件已经卡坏啊，我卡坏啊，啊卡坏啊呢，一直左右伊个意思，左右伊个意思，伊若讲真正有量力量能啦，一个人你若讲敢会安尼，敢会？若讲真有人要来讲人变变亲情，你讲你若讲你敢会安尼？就你袂啦吼，迄反正伊个伫意识当中有一种物件已经靠个，要左右着伊个意识啦。我左右伊个意识，伊个行为呢慢慢反正呢袂当收着。等你若坐住了，你啦，伊个行为以后慢慢可能袂当受着伊自己本身个控制，我慢慢反正袂当受着伊本身个控制，有某种物件伫个控制。所以呢，伫迄落，咱伫道中安尼，我一路走来啦，我啥物奇怪个拢有办，我啥物种个。我十四个人，咱嘛拢知影，哦，拢我知影，因为这种要发生在恁个当中，你做人个有时就知影，哦，处理不到哦，这种工作，啊，不过咱同款，虽然咱是在种做人咧服务，当然有人有对咱歹无好个面相啦，还是无好个动作啦，无好个行为，无好个眼神，无好个话，咱讲个，咱绝对一定爱呀化解掉。恁今日必须得绝对袂使解种人一般战术，哦，一般战术。安尼呢，表示咱本身个业有消，无打紧，咱阁有提升。哦，即呢，天公是咧听戆人啦，是咧听这种人咧。
哦，咱团体袂使甲这种人一般接触，啊，你茫茫茫，你知影这种人，咱也袂使有记恨啦，袂使有这种团体袂使，我代表说，一定爱，一定爱有宽容啦，哦，一定爱互相宽容。咱今仔日学到呢，就是学着这种人，哦，学着这种人，因为呢，伫咱迄种迄个道路当中呢，会使讲有够甚至够有真侪新兴的大主人才啊啦，哦，大主人才啊，正为了道路工课。哦，为了道路工作，有时较上早联络，上晚联络。有时呢，迄内底有无名的人发生电呢，哦，会发生电。甚至呢，咱本身的同事人才，佮咱也同辈就对啦。同辈有时呢，咱你啊联络时呢，甚至，咱如果若是七点咯，啊，若本身若甚至若是八点的服务咯，若七八点的时阵，佮几摆咱若是联络七点半，还是七点半是七点，照你讲是七点半，七点是七点外，伊话迄帮较适当啦吼，较适当。你也联络，联络伤早的，为啷着发生这样呢？你大做人才哦，当辈大做人才，佫有发生这哦。所以呢，这奇奇怪怪的，才讲出这哦。所以咱在你同学当中啦吼，同学当中，绝对一定爱互相包容，吼，一定爱互相包容着。绝对呢，绝对袂使有迄种迄落刚烈的心啦，吼，袂使有刚烈、刚烈的心啦。吼，你本身呢，袂使讲呢，去。一路会靠关系，靠到下下，我就讲啦，哦，会靠到下下。所以呢，要利益众生呢，我们得有智慧，要有智慧就对。咱本身对人爱有智慧，咱本身对咱家己嘛爱有智慧就对。安尼呢，咱要修道路较好行，好要修道路较好行啊。所以呢，这种就最先上先落去，最先里面不起不清楚众生是所有所知与得。个人呢，我上帝的人呢，做事呢，选择无人看嘞。好上帝的人做事呢，选择无人看的啦，吼，选择无人看。这种呢，得不到掌声的代志，为啷无爱做？好，为啷无爱做啦？为啷做代志要做？为啷做事是要去得到迄个赞赏，然后得乐，搁有赏赐，啊，搁呢，搁有掌声。有的人啊，做工课，无得到赏赐，啊，无得到掌声，伊无爱做。世俗人就好，全部人安尼啦，吼，这种。啊，不过咱今仔日呢，绝对代志袂使有这种的。咱今仔日呢，要做好代志，做善事，就爱选择呢，无人看，无人知影来做。你做了后啊，你做足侪工课，做足侪代志啊，做种办足侪工课，拢无人知影，安尼表示你就是一个高人啦，哦，一个修道的高人。这呢，就咱今仔要学的，学天地就对啦。天地安尼运转呢，天之道。无声无息，一个就等于讲咧，无声无息，字诶，字啊，天地安尼，天兵地兵啊，天转地转，一工转做遐走，安尼地球咧转，不管这个宇宙啦吼，这些太阳系物件拢转来拢转来，计叫咱拢知影咧转来，吼，伊就是字，天地天之道呢，伊大概无声无息，无声无息字啊，就是足字诶，足极端诶字啦，对啦，哦，足极诶字，安尼今仔日就是学这种啊。好、哦，要学天之道，学到咧足极个精。做善事啦，我、哦、做善事呢，恁善做，卖有掌声，啊嘛卖有迄落赏赐，就是有拢无人知影个。哦，这是咱今仔要做个工作。不过呢，咱知影呢，咱地方上有真侪这种个啦，哦，真侪这种个，这是呢，会讲真好个现象啊，哦，真好个现象。这呢，就是咱咧修学呢，下迄落一种境界，下迄落境界就对啦，一种境界，啊，毋是。这是本来就有诶，毋是讲咱追求诶啦，我毋是讲咱，毋是讲咱家己要追求诶。所以呢，即种诶迄落，即种诶状态呢，会使讲有啥有够好诶对啦，吼有够好诶。所以呢，伊特别咧讲，特别经咧讲上善若水啦，最善而万物其不争，注重人之所，付之于道。咱要做诶工作，拢人无爱做，拢人上爱做诶物件啦，吼拢上爱做物件。有人敲电话，你叫做啥？有人靠近，接电话会靠近。你若联络也无好，无联络也无好呢，吼你敢捌拄着即种诶？你若敲伊，因知影，我知啦，就是敲转去呢。我知啦，就是敲转去。啊，你若无联络呢，面敢袂听真呢？迄内底有无用的，下无人来讲话呢？大忏悔班，啥物拢无安联络，啊，我拢毋知啦，啥物课，啥物课拢毋知，叫做课表，大家拢有啦。每一个人，大家都一定，我拢有分课表，每一个若要做工作的人，都有课表。结果因兜的人无联络，无咧看，可能课表拢无咧看啦。结果毋知年底迄个班内新生班无去接啦，啊，停了无联络。啊，面到面遐真，啊！你有话联络，你有话联络个，要联络去个时阵，人个电话开，咱捌听人咧讲啦。啊，咱本身也捌开，也捌拄着。
开，我啥物人去上班啊？知啦，一个就来搞起人个，哦，啊你无联络个，你个咱你着讲伊知影无联络，哦，结果毋知是年底迄个班还是新个无联络，结果安未到，哦未到未到一人，公司创到未到未到，因地方个小组长后面咱只啊你讲个，只啊咱毋知影来听因听对听迄听迄落个，你讲因地方个讲个，啊是咱是咱地方个，我是咱地方个，所以咱今仔日做个工课。拢是选择啊，我选择啦，唔知影，伊种就上迄落，上迄落上底层的啦，哦，上基层的，对，上基层的工作，拢还无人知影这种。这呢是互相勉励啦，互相勉励。啊，过来呢，咱就来讲迄落。过来呢，嘛是有哪道德经的啦，我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啦。基本就是这种。德经呢，第七十八章里讲的讲呢，天下流入木果河水，以供坚强者，木之灵性，木之灵性，其无益益之，其无益益之啦吼。天下流入的木果河水啦吼，以供坚强，供坚强者，木之灵性，其无益益之。伊这呢，就是你讲的讲了。天下所有的物件啊，无啥物货水会当改变的，吼，无啥物水会当改变的对。即卖咱所有世界所有咱看到的物件啊，拢可以用水来改变，吼，拢可以用水来改变啦。包括咱要挂机啊，要用啥物货啦，拢机拢会改变，拢机拢会当水拢会当改变。甚至呢，尽所有物，所有所包括咱咱看到的物件，拢会对，拢会当用水来改变，无水水改变袂到啦。所以呢，这水呢，会使讲呢。是非常厉害的物件，这呢就是讲咱人的本性对啦，哦，都本讲咱人的本性，反倒转来看咱人的本性对。你呢在这个世，在这个人当中，不管什么种的、什么种的迄落环境对啦，唯有柔弱、柔弱较善良，咱人的个性啦，柔较善、柔啦较善良个性啦，会当呢影响着咱所有的人甲人当中的一个迄落。要怎讲？人甲人当中相处的一种关系啦，吼、哦，伊呢，柔弱才有法度改变。你若愈刚、愈刚强，然后愈硬边的呢，会使讲呢，迄种物件会种，迄个等于怎拢会反方向对啦，我拢会反方向对。所以呢，这拢无好的啦，我、哦、这拢无好的。Thank you.
过来呢，你讲呢，讲呢，果柔性刚，柔性刚，啊，弱性强，天下，天下莫能，天下莫不敌，天下莫能赢。伊这个讲迄个，伊这直接讲呢，讲呢，天下是万物啦，吼，天下万物呢，是柔弱啦，莫能比水柔弱。天下万物呢，无啥物会当比水搁较柔弱啦，吼，如水中呢，柔弱能呢。柔弱能性坚强的道理啦，我性坚强的道理。即个天，伊在讲，伊在解释讲天下人，无一个人唔知影。我无一个，无一个人唔知影啦。啊，只可惜呢，虽然知影呢，却呢，无人肯呢，无人肯实行呢，对啦，我无人肯实行。因为呢，人类啦，吼，因为呢，人类呢，是呢，习惯呢，刚强吼，刚强好胜。因为啦，人类啦，习惯刚强好胜啦，所以呢。虽然知影咧，虽然知影无得毅力去思想，吼，无毅力去思想这个物件啦，吼。天下无力，天下无不敌，天下无力，无能力。这条种种的物件，咱拢知影。啊，不过咱人拢有一种迄条，一种弊病，就是讲咧，咱人有习惯咧，刚这个刚强好胜啦，对啦，我刚强好胜。甚至咧，咱拢知影咧，因为做人拢知影咧。有的人若讲话较大声嘞，别人若比你较大声，啊你吓袂嘞，安尼嘞，就是咱就，吼，若较柔和的人就无意义啦。啊，你较刚强，若要讲嘞，你大声嘞，你搁大声，我大声，大声，二尾仔嘞，吼，就气大大少啦，安尼就紧，安尼嘞，刚好变咱万事兴啊，安就无多啊，看就无多。所以呢，这个道理呢，咱拢知影啦，对啦。柔和中柔和道理，咱拢知影，世间人大拢知啦，对啦，伊讲世间人大拢知，可是呢。就是无人肯，无人肯去实行啦，吼，无人肯去实行。柔弱的物件无人要学啦，无人肯去实行。啊，佫呢，无迄个毅力，无迄个毅力个对啊。伊咧讲，伊即个解释讲，无迄个毅力去实行个对，无迄个毅力去做。如何啦？吼，如何？柔弱的物件，世间人大拢知，可是呢，就无人爱做，无人爱实行。甚至是在环境当中呢，有时阵啊。你都知影，为人个性袂改，地域啥物会改呢？地域接口会使改，个性啦吼，像咱伫细小阿大，喏，因为咱若伫迄落有一种许中山，咱若去阿大时阵，有逐个足好气个足好个，因为伫迄落你也袂去医院内底啦，有人讲话足客气，啊，毋过呢，你也离开遐无共啊吼。有的人身体若健康的时阵呢，伊咧讲话无得低声下气的，吼、哦，伊就无得低声下气的啦。甚至呢，在伊职位啦高高在上的时阵呢，伊嘛无可能轻声细语甲你咧讲话。有的人呢，伊就喊你足寒，伊若讲话呢，有迄个会人对人甲人讲话有影好感，吼、哦，有人听袂惯是。甚至真个迄落社会的人啊，对啦，我社会的人咧，有个人咧，你要甲伊讲话，有个人会言语啦吼，语气咧会拢无，就是讲毋是讲弱足弱势安尼啦，吼，毋是讲足弱势安尼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呢要学着个呢，就是爱呢有毅力啦，啊，肯去实行即种阻碍个物件。咱今仔收到呢，就是话你每下拢学着足柔和一面就对，我足柔和一面。但阮个即种个是咱认为知啦，咱认为知家己伫检视咱家己，我检视家己。你若伫外口待人处事当中呢，吼待人处事当中不过来工厂啦，待人处事当中你若做甲优柔寡断个安尼呢，无哪你要升迁，哪升迁袂起。所以呢，即是咱就爱有智慧，吼爱有地位就对啦吼，爱有地位。所以呢。要如何纠正呢？我们爱看咱家己个，即主要爱检视咱自己，看检视啊，到咱包括咱个环境，即种人呢，咱较有需要含伊细声。你当然袂使含伊大声，咱大声咱可以讲，咱可以选择放弃，咱不爱甲即种人讲话。啊，咱但无必要甲人大声、大细声啊，对咯，无必要。所以呢，以前咱较早，咱互我较早咧使，你迄落伫工厂个时阵啊，我伫工厂个时阵，迄会使讲啥物人，啥物人都有啦，乌龙霸都啥物人，迄落个环境，啥物种人，迄个都有。所以呢，咱会选择，哦，选择较善良个，善良较善良个人。啊，若咱看到迄落
看到迄个，伊看到真无真无无使迄种个吼，但是只秉性脾气毛病去到底，迄种安尼程度，安尼程度放弃，唔要甲伊乱讲话，唔要做交叉安尼，吼，尽量尽量能甲迄种人伊就有个，因为这是家己迄个，家己迄种迄个选择，家己迄个咱处事的能力啦，互家己处事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咱要学着物件，啊，咱要学着在咧途中，有些人呢，你若是咱途中呢。善良嘛是要有地位呢，我善良嘛是要有地位呢，尤其是公道啦，我善良嘛是要有地位呢，因为呢，今摆社会，我迄个油腔滑调的，讲好听话就大滴，甚至个人生做足水的，啊足缘投，查某为做足水的，啊查某为做伊个足缘投的，迄种个呢，咱袂使有先说诶，人安尼袂用呢，因为种咱若善良，咱有地位，就得人爱有地位，袂使讲善良，人讲话就听人讲话，安尼算无地位啊咧，即。即加菜个尔，我读即加菜个，后日教拢无听落，拢，逐只拢加菜个尔对。所以呢，咱善良袂使，善良是对咱家己善良，对外口呢，咱爱有迄落足强个迄落保护自己能力就对啦，啊分别能力，无分别个能力，袂使互即个社会个迄落伪装个伊个，啊咱骗就对啦，啊咱骗。所以呢，修德学德啦，一定爱呢有智慧，我一定爱有智慧个对。不管是君道啊、天道啦，咱学着是有地位，是仁义为首，吼，仁义为首。真个社会人啦，吼，有利益的冲突个，也是有引诱个，咱爱用智慧去分辨，吼，爱用智慧去分辨啦。尤其是即种人有利诱个啦，吼，也是有迄种迄落，有迄种迄落某种个迄落某种个利益，也是人甲人当中，其实就是比例人迄落。从迄落土著迄款啦吼，也是迄落人甲人相处迄种个话呢，会拢真容易，咱就在了下打出上路，足紧了要变，足紧要快，我足紧了要变，足紧要快。咱若我讲个意思就是讲，做个事啦，爱慎重再慎重，哦，再慎重再慎重对啦。尤其是呢，有同意了名利，哦，名利，啊，佫有一只恩来，哇，真济。会用到个物件，咱伊着爱慎重再慎重，哦，袂使去互迄落，足简单着用骗伊对啦，足简单着用怪伊，吼，安尼着无知，咱读册无知伫途中，你想倒下倒啊？咱途中呢，伫咱毋是咱地方啦，画途中啦，吼，画途中是平平动手当中啦，吼，平平当中当中，画呢本来会去画啦，受到社会的引诱。啊！来，过来，牵，过来拖累着咱途中。哦，因为咱台中，团讲途中是一个组织，啊，大家足善良个。甚至还有拖累面上拢几大汗，汗拢几大汗个对啦。所以呢，作者前车之鉴，离较早个道路到即阵，咱也看个进程，有作者迄落，无应该发生个代志，结果拢面上去贯彻来对咱途中发生，包括就是咱个迄落。伫咱个单位所属个，同伫咱个医药算同个单位所属个，应该是无发生，啊结果拢发生，哦啊拢为了，拢为市内迄边，因又拢为市内迄落，啊为着传传下落，对吧？所以一定爱来要选择名利啦、运个啥个，真济有迄落，真济好个物件，咱爱去慎重再慎重个，对，我真正要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、啊，哦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呢，一定爱真慎重啦，唔通用骗伊，哦，唔通用骗伊就对啦，唔通用骗佫唔通用怪伊就对。所以呢，从中会使讲，有哪济，有哪是有陷阱，啊，陷阱毋是咱家己途中的迄落，恁毋是咱高中家己的发生，咱总是包起，牵入来对啦，拢是包牵，啊，牵入来人拢是熟识啦，拢是熟识伫牵熟识人，即种较严重。所以呢，即是爱有真迄落，真慎重个对啦吼，真慎重。所以呢，咱即讲个是讲求种啦，吼，讲求个天道无不容得，天道无不容得。咱爱有毅力，吼，有毅力学着即落物件，啊，学着呢，咱一定爱有智慧个对。因为求种如何是针对着咱自己，吼啊，咱要安怎来应用着即落物件，啊，可能咱个地位啊，吼，应用即落弱弱物件，来可能本身个地位。可能本身地位呢，就要有足超越啦，足超越。
特别用便宜的地方。出来，咱就来讲迄落第三啦吼。第三就是迄个贪的小取的冤枉，我收钱的冤枉。伊这小取呢，收钱的冤枉呢，这是咱本身的物件，我本身的物件。这种呢，啊，就是讲在咱的内涵，咱的内涵，啊，甲咱要学到的物件，我甲咱学到物件。即个，即个，咱着种有时常时常讲来讲来，咱拢话拢真够以上啊，讲真够以上诶，是真侪。每一个呢，拢一定爱呢有需要呢，每一个人拢一定爱呢时时。讲咱真够以上啊，着做一定和尚，做一种时时，咱要求自己，教育自己，啊，搁充实自己。即个伊，即个进程，咱有，即个较早咱有讲过，我即个较早咱讲过。现在啦，现在即个时代诶人事物啦，吼，现在即个时代人事物，即是安怎讲个？因真个人事物已经糟糕了，无法度甲回头啊！真个时代，现代个时代了，对，人事物背景啊，已经糟糕，无法度再回头啦，无法度再回头。再回头伊个意思，我无法度走啊，再回头意思呢，就讲无法度回到以前，回到着咱较早迄种迄种时代足淳朴个善良个一面啦，我无法度走啊，无法度回头。啊，你要搁回复到较早迄种淳朴善良的一面呢？有啦，一定要透过教育，不管这个社会啥物阶层也好啦，一定要透过教育再教育啦，啊才会当搁找回着咱迄落较早迄种许淳朴善良的一面，哦，淳朴善良的一面。所以呢，这呢就是袂拢先讲，哦，走到无大回头啊，啊你要透过教育再教育。真个学生也好啦，包括咱道长也好啦，吼、哦，有真济真济个切书，咱本身袂，咱讲甲咱家己落啊，咱有本济真济缺失，咱本身有足济缺失个，咱一定要透过教育，透过教育啥物啊，慢慢从即个物件一一再找回啊，吼、哦，一一再找回，真济咱毋知影个啦，吼、哦，真济咱毋知影，真个比如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迄落。比如较早即种，比如较早迄落传统诶伦理道德，较早伦理道德呢，有诶人自然拢要会啦，吼、哦、要会伊着较传统诶，拢要会。啊，即落现在时代诶注入啦，要讲传统伦理道德，佮伊无咧听听，无咧信着对啦。吼、哦，较是多，伊有咧讲咧，逐个咧讲话无大无细啦，吼、哦，个囡仔讲话无大无细啊，甚至呢。会搁较有较严重个，无得甲到社会上啦，社会上经较严重。啊，有咱道长嘞，有咱同款话，有咱有，我话有咱坐咱电影咱哪捌看，吼、哦，电影上咱哪捌看着对啦。不过呢，伊即种个呢，我们着爱课外教育，不管是囡仔大人，大家拢教育，从这传统个伦理道德呢，一一在找个。啊，即种物件咱道长拢去教，我咱道长拢去教，包括咱生活上拢去教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呢，搁有处世之道。哦，处世之道啦，啊，待人之道，内心谦和，外形以礼之道，静心修心，积极福利之道，真济物件啦，哦，真济物件咱毋知影，拢爱靠过即个教育啦，咱道长教育，啊，从即个物件慢慢再找来，因为即道个物件本身咱就有啊，啊，其实咱有，咱毋知影，有咱已经拢无拢无去啊，老师其实拢毋知影，咱本身拢无即个物件，啊，即个物件咧，唯有靠过教育，才会当找倒来。哦，教育啊，无去为教育带动，就像学生啊，为无大无小，即个囡仔真个社会上啦，不管是咱逐工咱个本身讲咱道中就好啊，讲咱本身就好，咱着去受教育啊，有时咱个思想行为时阵呢，就袂啥受控制，有时无明火啦吼，行为啦，讲话言语当中，特别是咱个良心本身，特别是咱个天性所控制，有时呢，
应该讲，无应该讲啊，啥物讲讲出来。吼，安尼，吼，安尼行为当中，无应该有诶，即个讲，无应该有诶，咱嘛是拢会，吼，有无意咧，拢会去犯错。啊，讲即个物件，就是咱爱咧教育方面教育，一定爱是过个，即若无是过教，咱毋知影。啊，慢慢诶，即个咱爱一定爱认真参悟班，吼，爱认真参悟着咱地方也好啦，艺术生产也好啦，咱用我谈好啦，慢慢参悟，啊，慢慢从即个。江苏因讲的物件慢慢来，伊吼免记侪啦，吼免记侪，慢慢是教育慢慢过来找着这个物件。咱今仔即种个班啦，吼咱今仔即种个班，无非呢教育啦，无非就是讲要提升，互咱提升斗势，提升道学啦。啊落呢，佮咱个提升着咱个迄落心境，吼提升着咱心境个进步，啊咱素质个进步，吼咱素质个进步啦。啊佮有呢。佫有咱迄个品德个进步，咱今仔教育嘛，会使讲会迄落会含义啦，会苦口婆心在过去个真正写个，会使讲伊个苦口婆心内底呢足济着着，吼，咱即呢会当提升着咱个品德啊涵养，啊咱个迄落道学，吼真济着着啦，啊心境有真济个物件呢，咱拢安尼透过着即个教育呢，慢慢个，吼慢慢来做着。我讲真个，对咱有好无歹啦，我对咱有好无歹。真个毋是讲毋是单咱讲个，因为咱要开班进行，拢有三级功能个，拢有对上天三级，我有开班个。所以呢，咱今仔只班个是三座大开普渡个迄个大师啦，吼个大师。今仔伊若毋是大师啦吼，今仔即若毋是大师呢，咱去就像咱好好讲啊。咱来去王爷跋杯，伊到来伊连续伊三个杯，吼、哦，到遐拄好。咱若讲真侪即阵，若拢歹开始讲话，去安尼续哭到可能连续哭三个上杯，你明年若哭到可能连续哭三个上杯，迄几率足低啦，吼、哦，迄几率足低。所以呢，即伊个尊严就是呢，很鲜明啦，吼、哦，很鲜明，即种大方所得。所以咱即摆所办个代志，即是大事啦，我、哦、即是大事。三座大开所，三座大开普渡的法门寺，咱今仔即班嘛是呢。咱有曾经捌看起着笑神切着对啦。讲咱若有认真啦，吼有认真打，有认真帮助，即个道务完成，即等于咱今仔有帮助道务啦，三座大开普渡的代志啦，等于你帮助天着对，等于你帮助咱的祖师爷，也是你帮助咱的志工好无？安尼个师尊老大，师父老大嘞，安尼院长大嘞，咱若认真去做啦，我若有心认真去参悟，认真去做，不管是台湾也好，外国也好，啊是不管啥物，咱地方个班也好啦，啥物学讲啦、经典啦、礼节啦、道义三宝啦，啊是咱体育班啦、人才教育班、辅导训练班、哦，因伊着青壮个班，啊个年头班、年尾班，咱如果认真去参悟啦。认真去操，认真去救人，认真去载人，对啦，吼、哦。那安尼啦，伊新闻内底讲，那安尼，你个幼儿园，就讲咱个幼儿园啦，吼，咱幼儿园个祖先，因着机会出来听经闻法呢，吼、哦，因着机会听讲，出来听经闻法，即是咱有法度个呢。我讲你老认，讲咱老认真啦，讲真个三座大个摩托个代志，咱老认真个话啦，认真去参悟，认真去推动，认真去。叫人载人啊，也是敲电话也好啦，啊认真去方针去救也好啦吼，帮助这班的完成啦。咱的幼儿园吼，就会当咧受你的指引，你幼儿园你做啥对，会当出来听经闻法，会当出来听经闻法。所以呢，伊讲呢，咱老师傅咱今仔即个班，哦，老师傅咱今仔即个班，曾经咱捌听见迄落，听见在咱经理有经理对经理，听咱经理方讲。讲香港有一个，讲小块感应个啦，讲小块感应。讲若香港咧开班个时阵啦，讲迄内底讲足济人个，讲甚至伊咧，讲甚至讲按楼梯头啦，迄电梯楼梯头迄落坐人，讲也规足济人个，讲也规足济人去听啦。迄毋是咱学校讲个吼，我是讲后来是香港，咱即个人去香港哦，啊真正听迄人讲，迄就是有感应个人，啊知影无？啊毋知影。所以呢，即发挥心力啦，吼，发挥心力，咱这是骨力拢非常尽量排起，所以伊这无应该拢知影，这无应该拢知影这啦。
所以咱第一来规班啦吼，来规班的时阵，不一定啦吼，不一定咱是安尼推测啦，推测，不一定阮有真侪咱深深的幽灵人，咱第一个幽灵人，伫这四周围咧听无得个，吼，咱目睭无多反应，对许英文个咧无多反应。曾经咧，迄张相片咱唔得个反应白啦。你规班的时阵，迄规班的时阵，讲有足侪迄个模型，迄规个迄个边啊，一张相片足大张个，迄个唔知伊了。新加坡对一国，啊，讲一个基督教的囡仔话，伊话讲了，啊，人咱两个唔知一道对方来，话硬话出来，印出来，话印出来一张单。迄张相片呢，咱曾经捌看，我咱曾经捌看过，吼。所以呢，咱毛师傅，咱今仔日开班就对啦，吼，毛哥叫开班。毛师傅，咱今仔日的班就对。咱的志工好毛讲呢，咱志工好毛讲呢，讲咱今仔所办的工作，咱今仔所做的，咱今仔所。就咱今仔去做办的代志啦，就是火事啦，火事啦，火事。伊个火事呢，就是咧先分的，分因咧办的工课。啊，咱今仔咧只乌道堂啊，会当甲先去办同款的工课就对啦，吼，办同款的工课。所以呢，这是何德啦，那是迄个何德何其荣幸啦，吼，何其荣幸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呢，一定爱迄个珍惜啦，吼，珍惜。第一。咱地方老板、菩萨班的，咱只大座，咱只可能拢有啦吼，拢有参与啦。因为咱外道呢，也是拢像咱个像咱有领导啦，拢领本啦，红领本有领导，拢会推广咱个神人山老板的，拢爱参加。我那怎么说？咱个地方人基本拢会啊讲，包括青少教育班啦吼，青少个辅导心理班，还是迄个心灵成长营，咱拢会。叫人参与就对，我不管少年的囡仔啦，侪岁少岁，咱拢爱参，拢爱联络。我啊老用来参，我有用啦，第一无用我多啦，啊老用拢尽量参与。包括咱今日咱两学堂，咱艺术生堂我同款啦，我拢爱认真参与就对，我认真参与。过来呢，咱就来谈迄个电视，咱就来讲迄个。差不多啦吼，看来看看咧，那伊就讲到，无紧啦，讲偌济算偌济啦吼。伊咧即处事咧，从处事咧，种咧，处事咧是以大小用啦，因为即社会即做做处事是一大学问。咱拄则往哪讲过？咱道中咧开班啦吼，开班咧无非咧，就是要咱咧吼，拢有讲着人个特色，啊做事爱温柔。每一个开班拢是靠靠无心。我啊，着勉励大家爱有迄落，吼，爱有认真，爱有用心修持呢。然后到运用的时阵，才能低心下气，吼、哦。不过咱拄仔有讲过真济啊，咱今仔去互咱学着善良啦，吼、哦、善良，咱一定要有智慧。善良的一面，咱做善良，啊善良的一面，咱要有智慧。咱可能第一拢较袂用骗去啦，拢较袂用骗去，因为呢，无较袂用骗去呢，就真较有智慧对啦，较有智慧。有诶地方啦吼，毋是咱遮啊，嘛是咱遐足侪讲听去，足侪人用骗，用啥物种行为，啥物种用骗油啦吼，啥物种某种啦吼，名啦、字啦，真侪物件。所以呢，咱学着个善良，是要针对咱家己，安尼一定爱有智慧对外啦吼，对个待人处事，就是咱讲咱咧讲诶，咱咧讲即处事要温柔吼，你一定爱有智慧就对啦，我你一定爱有智慧。袂使同流合污啦，啊袂使呢，袂使迄落一厢情愿啦，啊袂使人讲就行啦，吼、哦。你若讲无法度，迄落做决定的时阵，你一定啊绝对啦，啥物代志你一定啊当成无办法嘛。问阿公也好啦，问亲戚朋友也好啦。个若上无法度的，若亲戚较无，就较常来咱问咱个地方个组长，就问咱个领袖，吼、哦，一定爱
路程当中咧，一定爱咧，脑山共款咧，一定爱脚用用左脚用领去。哦，上这是上紧的对啦，啊上紧的。如果啦，别了我啦，看你联络面顶哦，啊在联络顶个左脚联络领去。怎样？我先知这我今日是啥物问题哦？啊，这是汤唔汤？哦，这是汤唔汤咧？啊，地方的恁就即卖啊，卖啊，咱提供意见啦，可以咧，再来再提供意见。所以呢，这个注射完了。哦，注射完了啦！哦，注射完了，唔忙安尼，唔忙一厢情愿啦！哦，忙一厢情愿，忙来讲唔行，就一定爱咧慎重再慎重，从起码就爱等于问咱咧长辈、爸爸妈妈，还是阿弟姊妹，还是弟兄的祖宗，你阿是嘛咧？哦，忙咧，我贪唔贪？哦，贪唔贪咧？得闲伊就喊人参悟了，对啦，喊人参悟，甚至咧要出头嘛，同款啦。哦，我都做主位，等下问长辈了，对。过来呢？咱来，咱就来讲这个，咱较早离咱老人要讲个生意人对啦，生意人个眼光，啊，解着收着人个眼光。咱前摆讲个，我收着人，伊个生意人个眼光啦，然后生意人个眼光，若好个啦，我若好个，伊所买着个物件，一定拢足好个物件，哦，一定逐项拢足好个。啊，足好个呢，即、这个卖人嘛趁钱，啊，买人嘛欢喜，买人食咧欢喜，买人嘛欢喜，因为这生意人眼光好嘛，看上来物件拢好个，啊买回来水果大家拢赞的，吼拢营养拢赞，所以呢，人客买着食的嘛欢喜，吼买的食嘛欢喜，啊若生意人赚嘛是赚钱，真个就是要有独到的眼光啦，吼独到的眼光，所以呢，恁收着人嘛是同款的，收着人嘛是爱有好个眼光，收着人有好个眼光呢，就是呢，恁今仔日道中所学着的，就是咱拄仔所讲的。处世之道，待人之道，啊，正心修己，啊，着克己复礼之道，真济道了，着在咱个心中，伊来学着，伊着拢是好，拢是足好个，即物件拢是真个，拄真个着对啦，真个换真个着对啦，安尼用真个心去换着即真个物件，即是拢真个物件着对。所以呢，咱修着人个眼光也好个，学着拢是好个着，哦，学着拢是好个，袂迄落嘞，袂去迄落，袂甲人笑，一厢情愿是咱蹦落行，蹦落行吼，即是咱着调，即是咱着向着。这是什么？那是迄个草啊！我讲啦，风啊，草这边倒这边，风啊，草这边倒这边，安尼嘞，绝对不是好，绝对无好咯。这就是无下迄个修道人好个眼光啊，然后无啦，就因为地域无好滴嘛，我地域无好滴，所以咱修道人啊，伊迄个眼光也好，道理个物件，大家拢用足好个对，甚至好个好工个内底有真济足好个地域伫内底，哦，安尼来当来遮应用自如自如，我会用运用啦，会用运用。所以呢，一个有到位的修行人啊，一个有到位的修行人，就是阮比讲迄落，咱咧讲个行者，较早个讲行者，伊讲师父讲来行，称呼是行者，我称呼是行者。所以呢，伊是有某种个德行，因为大家迄落到位啊，因为伊毋是，因是平言无故咯，平白迄落无缘无故。有迄种个德行个对啦，无啊，毋是讲无缘无故呢，会当飞天正地。伊呢，有哪是拢爱有经过一段时间去迄落苦修苦练，才有法度呢飞天正地。啊，即种个功夫呢，毋是平白下啦对啦。伊要去，如果讲要去拜迄个菩提如者，菩提老祖先，应该经过过来海，过来山，才伊尾仔才伊找着。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呢，才有一个足好个境界。在变变成一个迄个行者，安尼今仔日呢，你修行人呢，我修行人要拜迄个行，即个要搁较提升个时阵呢，我修道人，哦，修道人个时阵，迄种个咱一定爱呢学着像咱拄仔所讲个迄个物件，哦，好个眼光学着好个物件，迄物件咱嘛来学着，咱会当也当学着一个是真正有到位个修行者，哦，有到位个修行者个啦，哦。毋是咱修行，毋是咱世上所讲个，讲我做歹囝迄种个，迄个会靠头上尔。恁今仔日呢，倒在咱个身上啦，我倒在咱个身上个时，咱是当应用自如。你若像我拄仔所讲个，真济大行处事之道啦，正心修己，我热心听话，伊个是着真济道啦，在咱身上，咱会晓应用自如啦，我会晓应用自如，倒在咱个身上，咱会晓应用自如个物啦。然后呢，恁个就是有一个有到位啊，我呢就是有到位啊。如果你的脾气，如果咱本身就讲，咱自己就好啦。脾气莫变几大滴，讲发性地就发性地，吼、哦，
讲较少滴，我啊讲变面就变面，即种诶就是一个世俗人，完全是一个作世俗化诶人就对啦。我做迄落一个作艺术形态诶，我做作艺术形态迄种，讲安怎就安怎，即种诶就无合咱修行人诶心境。咱修行人诶心境在咱心中诶，一定爱条件诶条件作完善、作完善诶啦，对啦。吼，所以咧道在咱心中，咱就法度去用。本来呢，咱就来讲着结论啦，吼，结论，结论呢，咱就卖写，有结论啦。结论呢，就是咱济公老师所讲的，这卖写啦吼。济公老师讲的讲呢，好坏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除非你不争气，除非你放弃了，除非你不争气，一步一步呢会留下足迹，一言一行呢会留下成绩，努力不懈呢会创造良机，而且主见纯诚呢会创造奇迹。这是咱济公老师讲的，伊讲呢，修道，这呢从修道上惊咱，唔惊咱进，就唔惊咱行慢啦吼，上惊咱倒退行啦。我想惊咱倒退去，所以呢，修道呢已经爱呢，袂使放弃啦，吼，袂使放弃倒。迄个道亲当中，我道亲当中呢，就只能爱互相了，你若有啥物工课啦，吼，大家互相联络。啊，若有啥物工，有啥问题，遇到事情的时阵、瓶颈的时阵呢，我大家互相讨论，我互相讨论就对。即大家意见为意见，即伊就前头有讲一句话讲呢，众因义就是天意啦，吼，众因义就是天意。咱若开会，经过开会，大家同意呢，这顶是天理，所以这是当做，我顶是当做。那如果若无经过开会，大家讨论啦，吼，安尼呢，这就较无效冤用，吼，无效冤用。所以呢，咱修学道啊，吼，修学道呢，一定呢，唔好去咱自己，安尼呢，对咱的体制，咱连拢啊，讲较紧的就按表操课啦，按表操课。咱咧班拢有迄落课表，吼，啊，若有啥物工课，咱拢知影。所以呢，在一礼拜前、两礼拜前，咱吼在做预先做准备，啊，先联络人，啊，先叫人，吼，啊，先做一个准备，啊，尾仔呢，再去查物。即相信咱弟兄拢知影，无咱弟兄知，咱在迄方面呢，在咱舞蹈迄落，咱嘛是拢爱安尼按表操课啦，因为即人进前咱遐就拢分课表互咱啦，吼，拢分课表互咱，啊，咱拢弟兄拢按表操课。我照着人前面讲，伊所摆个课表来行对啦，包括咱弟兄个生存也好啦，啊咱个忍让好长好，咱个意个生存好，咱拢按表操课，我按表操课了对。因为呢，你班你若对有对啦，我班若对有对，哦，看下咱个厝边看电视，浪费个时间哩，啊去遐来会当收心收神。当然当中，咱一定爱，咱拄个讲啦，修道呢。你著办到道务上呢，一定爱要求自己就对啦。哦，办到道务上，一定爱要求自己。既然咱摆排列，咱一定爱按表操课，咱一定爱参悟就对啦。咱一定爱参悟，安尼咱会鼓舞咱现在现在三朝大开大开普渡的法会啦，开法会，伊因缘就对啦，啊因缘，因为时间啊差不多，安尼老规矩，我安尼安尼报告得，以上咱下次报销。如果若讲两件，就头三件事情，咱就，吼，啊，且咱若讲无好个啦，且咱做一件代志，多多包嘛，多多，迄种叫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多多，咱就讲。